我刚买这个 GoPro 9，他说是裸机防水，我今天就来试一下它到底防不防水啊。哇，好凉快啊，这个水下来了，我们一起用摄像头下去一下啊。哇，好像没有坏啊，果然是防水的啊，兄弟们。这个镜头这里有水，我把它冲洗一下。带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欧罗的身姿，好吧？你要有噻，不是，就先看我的腿呀、啊，大长腿，长不长？非常，非常啊！我来游一下啊，看我的翘臀。起来，对对对，起来，过来过来，做个动作噻。OK OK， 打个招呼。OK， 可以看清楚吗？看清楚。来了一个美女啊！来了一个美女。来，我在水下说话，看能不能听到啊！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你能听到吗？听不到，嗡的，听不到啊，嗡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结束了啊。这个事实证明，这个 GoPro 9确实是防水的啊，200万轻视啊，用了半个小时，都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好，拜拜。